IT 方面呢，我主要负责网站的维护和数据库的管理。同时，因为中文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为了充分发挥我的中文母语优势，我还负责检查联合国官网的中文页面，以确保及时发现并修改因机器翻译而存在的语法错误、上下文不通顺的问题，从而保证中文页面语义明确及流畅。实习期间，我不仅在工作中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还有幸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非常优秀的朋友们。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我也有机会去欧洲其他国家体验不同的习俗文化和风土人情。同时呢，联合国也为实习生提供包括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联合国工作语言的培训课程，以方便我们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化的环境中，我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能力，同时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团队合作以及跨文化交流的技巧，提升了自己在国际与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和与人相处的能力，让我更加懂得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也更加自信地展现出一名天大学子以及一名中国青年的良好形象。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国家和学校能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多样的国际化培养资源，向国际组织不断地输送更多的中国面孔，才让我拥有了这次国际组织的实习机会，在联合国学习和成长。在此也祝愿天大学子都能够积极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体验、去行动，发扬天大品格，讲好中国故事，为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奉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Merci. Salut.